据媒体报道，3月8日上午，林允在微博晒出一组自拍照，照片中林允随性地躺在床上，虽是素颜，但皮肤依旧白里透红，嘴唇红润，少女感十足。仔细看了看林允这组自拍，颜值和皮肤状态简直吹爆了，太好看了吧！明明和出演美人鱼时的长相一样呀，完全没变。林允还配文送上了妇女节祝福，小仙女们节日快乐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